哦，他不是。是不是罗美玲？是罗美玲，就可以说罗美玲，你不信？我可是正常的，可是很酸啊！你因为我是正常的，因为你是正常的，要不要喝一下？这个好喝，我是正常的，但也是，哎呀，我一定要坚持。林毅先来，好，来了，请享用，干杯。干杯！Oh my god！ 那么开心啊！干杯吗？一口闷啦，一口闷比较不会那么痛。哎，我从头到尾在演哦。嗯。加油！喝多久？不要这样子，口气很像在追酒哎。哦，你也喝到了是不是？我看他很真实啦，我很感动。咿呀，我嗨呀！哎呦，帅哦！哇！哇！你说谁？觉得感觉到卓云轩是喝到正常的，卓云轩正常的，你卓云轩两票，你卓云轩跟林一两个选一个吧，罗美玲你没有吗？罗美玲没有，他喝到了，因为他最后那口他根本压不住，什么？啊，别吹，那对，你喝到了，烦，他最后更压不住，他最后有最后一口没压住，他本来想说，他本来想说当普通的醋来准备。来面对，就当最后那口，姜太他压不住啊，那很真实，很好。林毅跟卓文萱，啊，输人出去决定，输人去决定，对啊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嘿嘿，大胖跟二胖，直接收布，我每次战都输哎，你跟二胖出去，不过你都很准，卓文萱。抓两个，是住的。帅。第二个林依林，啊，罗美玲啊，就真是罗美玲吗？你说，你说林依的。啊，我说林依，我说林依，我说林依叫贺林依啊。嗯。哦，他。是不是罗美玲？是罗美玲，就可以说罗美玲，你不信？我是正常的，可是很酸啊！你个杯！哎，他其实也蛮酸的。不对啊，蛮酸的。他也蛮酸的，罗美玲。这是很酸，谁的？会呛了。你用倒，不要碰，直接用倒的，用倒啊，空投，用空投，对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差，有差吧？但我以为我是正常的哎。那你很耐酸哎，它真的很酸哎。我以为我是正常的。因为你是正常的。要不要喝一下这个？我以为我是正常的，但也是。哎，哎呀，我一定要坚持。